主料金桔500克，辅料冰糖20克，蜂蜜30克，水。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将金桔去蒂，放在盐水中泡10分钟，洗净晾干，用刀在金桔的表皮上切几道小口。依次做完，将金桔加少量水，小火慢慢熬20分钟，加入冰糖，继续熬煮20分钟。将熬好的金桔倒在玻璃瓶中，待晾晾到50度左右时，加入蜂蜜，密封一星期后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做好的金桔蜜要放在密封的容器里，最好是玻璃的，不要用塑料制品，开盖后尽早饮用完，以免变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